样的。哦，这种最开始的那种产品就是这种，这里面有个电刷，所以它这个压力就是往上一个压力，往下一个压力。不是压力，是电压。电压，这个就电压。然后它这个值，它是实际会，你会导出来的，对吧？这个数据你能拿到吗？没有存储。我只拍了照。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多少？需要就是测试前跟测试后，它数据是一致的，就可以了。哦。